哦，许的许，震荡。好，那这个这个 chapter 的话呢，是已经是属于我们的 part two 的部分了。那 part two 的部分的话呢，在15章。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震荡的部分呢，是我们在力学里面或者是物理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OK。那什么叫做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呢？基本上面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的 force 跟我们的形变或者 stress 跟 strength 之间的关系，你已经知道它刚开始是 linear， 然后慢慢的它就有一点变形了，然后到最后呢就 break down 了。 OK， 好，那在这一段，在这个区域范围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strength 跟 strength 它其实它们之间是这个linear 的关系。那这个 linear 的关系也是我们作为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讲说它的必要条件。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面在这个图上 F 等于 KS，那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向量符号的话呢，它是位置位移跟 force 之间它是相反的，所以有一个负号在这个地方。那这是我们在做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最基本的一个情况。那 force 跟这个 potential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在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我说我把 potential 对位置微分以后就是我的 force 的部分，所以这个 force 的大小跟 potential 之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关系。那换句话说，在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 potential几乎你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一的 kx 平方，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这是已经知道的，这是已经知道的。那接着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只是你的 k 是什么，你的 x 是什么？那你现在你不要想象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弹簧简谐振荡而已，弹簧简谐振荡只是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一个 special case。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所有的问题都是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只是这个 stress 跟 strength 的部分有的时候呢是扭力，那扭力的话呢对应的形变就是角度，那如果你是这个拉力的部分，对应的形变呢就是这个位置的部分。好，那我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我必须要去解释一下，就是说好，那这样子形式的运动为什么叫做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我说既然你已经是 F 是等于负 KX， 你把考量方向你把
方向考量进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你现在方向考量进来以后，这个负号就出来了。那负号出来以后的话呢 ，F 等于负 kx。另外，在牛顿力学里面 ，F 告诉我们是等于什么 ？ma，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 ma 是什么 ？a 就是位移对时间的二次微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你写出来的方程式就是等于负的 kx。OK， 这个方程式你会不会解？什么东西的二次微分被时间的二次微分，微完以后还是回复它本身。什么函数它的二次微分微完以后还是它本身，前面有一个系数，这个系数是我可以再把它写得更详细一点，它就变成负的 n 分之 kx， 前面的系数是负的 n 分之 k， 那 x 我可以令它是 sin 过 cosine 的函数，对不对？ sin 微分两次是不是回复它本身？ cosine 微分两次也是回复它本身，前面有一个系数，有没有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我可以令这里面解出来的 x 对时间的回关系是 a 的 cosine 的 omega t 加 delta， 那你现在你把它微分两次，微分一次它是等于 cosine， 微分是负 sin Omega T 加 Delta， 那 Omega T 加 Delta 微分是 Omega， 再微分一次负的 Sin 微分是 Cosine，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左边的微分是负 A左边的微分是什么？负 a omega 平方 cosine omega t 加 delta， 那右边呢是等于负的 n 分之 kx， x 是什么？ x 就是我们的 a cosine 的 omega t 加 delta，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知道了，Omega 平方就是 n 分之 k， OK， 换句话说你的 Omega 是等于根号 n 分之 k， 那 Omega 是代表什么意思？ Omega 代表的意思是我们看到我把时间加上一个周期以后，对这个函数来讲，我们看到好
我把某一个时刻这时间 T 加上一个周期以后，那这个函数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你把它带进来的话，你现在变成是 A 的 cosine omega T 加 T 加上 delta 要等于 A 的 cosine 的 omega T 加 delta， 所以你马上知道 omega 乘上大 T 它其实就是二派，对不对？ T 是什么？ T 是周期，所以 Omega 其实就是二派除以 T， 这个就是你的角频率跟周期之间的关系。好，这是第一个，你从你的简谐运动里面你知道的问题。那第二个部分，你看到了一个 Omega 是等于根号 n 分之 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T 呢是不是就等于二派根号，你把这个 T 拿过去 k 分之 n，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哎，老师，你这个不是就是弹簧的简谐运动的这个周期吗？我说没有错，基本上面弹簧的简谐运动 F 就等于负 KS， 所以当你写成这个方程式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已经知道你的 Omega 跟 T 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看到的。为什么我们会把这样的方程式代表的是你的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最基本的一个方程式？那这是第一个，你知道这边的 omega 所代表的意思。那什么是 delta 呢？ delta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delta 意思就是说，当时间 t 的时候，你把时间 t 把它放进来 ，t 等于零，那它 x t 等于零的时候，它等于 a 的 cosine delta。换句话说 ，t 等于零的时候，这一点啊，它的值就是 a 的 cosine theta delta。OK， 那 A 代表是什么意思？ A 代表是 cosine 是介于正负一之一，所以最大值是 A， 最小值是负 A， 所以 A 其实所对应的就是我们的 amplitude， 就是正负 delta，就是我们的起始角，起始的相位角。OK，Omega 就是我们所谓的角频率，就是二派除以 T。所以你现在你知道这个简谐振荡。基本上的这个方程式它的解所有的意义了， OK， 这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平常我们把这个 delta 就叫做 phase constant， 就直接把它叫做 phase constant。好，这是我们 delta 的一个
情况。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那 omega t 加 theta 就是我们的 phase， 就是我们的 phase 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你如果你 x 你已经知道以后，那速度 t 呢就容易了。速度随 t 的关系，我说我都已经知道 x 随的时间的关系是 a 的 cosine omega t 加 delta， 那我的速度，我们可以知道速度就是位移的微对时间的微分，所以你马上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时间微分以后负 a omega sin 的 omega t 加 delta， 那你的加速度就是在对速度再微分一次，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位移对时间的二次微分，就是负 a omega 平方的 cosine omega t 加 delta。 所以从这里面你马上你可以知道你的 potential 二分之一 kx 平方，这我们刚刚讲了在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 potential 它都有一个二分之一 kx 平方的关系。那换句话讲二分之一 k x 就变成 a 平方 cosine 平方 omega t 加 delta。 OK， 那你的 kinetic energy 二分之一 mv 平方的部分，那你也马上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一的 m， 然后 v 呢就是等于 a 平方 omega 平方 sin 平方 omega t 加 delta。 你把这两项总合起来 k 加 u， 我们说 k 加 u 的部分就变成是二分之一 a 平方 ，OK， 然后 omega 平方刚刚已经告诉你 ，omega 平方是等于 m 分之 k， 把它带进来，这个 omega 平方是等于 m 分之 k， 你把它带进来，所以这个 mm 消掉。这边就变成 k， 那 sin cosine 的 omega t 加 delta 加上 sin 的 omega t 加 delta， 把它接起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等于二分之一 k a 平方。换句话说，你看到弹簧的简谐振荡，或者是任何一个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的震荡的时候，它的 total energy 总共的能量，它其实是跟什么振幅的平方成比例关系的，也就是这个振幅所对应的就是什么它的能量大小。这个 A 在这边已经告诉你了。好，这是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非常重要的一些关系。在这里面同学们会遇到的问题是这个微分方程，这个微分方程怎么解出来？ OK， 那你从这里解出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那就是没问题的。好，好，那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啊，我们的这个整个
你知道你解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 那你解出来的 XT 是等于 A cosine 的 omega T 加 delta， 你已经是解出来是这个了。那我们平常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以后你们在上电磁学会非常的有用。我们看到的是 cosine omega t 加 delta， 我们把 omega t 加 delta 暂时把它叫做西塔，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 phase。这一项其实就是我们的 phase。OK， 好，也是。那我们怎么？我们就看到了我们的 ST 啊，就可以写成 A 的 cosine 西塔。那你现在你看到，基本上面啊，exponential I 西塔其实就是 cosine 西塔加 I 的 sin 西塔。 OK， 这是它的 real part， 实部，这是它的虚部，因为有 I 啊，它是 imaginary part。 所以呢，我们常常把 cosine 西塔就直接写成 real part 的 EI 西塔。然后 sin 西塔呢，其实就是 imaginary part 的 EI 西塔。那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吧？好，那你就问说这个是怎么意思？其实没有什么，这个就是 EI 西塔所代表的，就是 EX 这种一样的 exponential 的 X 的次方，只是它是用 I 西塔代表 S， 就变成 cosine 西塔加 I sin 西塔。好，那如果你现在你了解这个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变成很简单。怎么样的一个简单方式呢？我说 X 是等于 ST 是等于 A cosine 西塔呢，我把它做一个圆，那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可以看到，我的 XT 啊，投影到 X 轴上面。如果这是 A， 那这是西塔，那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就是 A 的cosine 西塔。那西塔是什么？西塔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 omega t 加 delta。 所以你好像 xt 是等于 a cosine omega t 呢，其实好像是这个向量在这边做圆周运动，那你的简谐运动是什么？简谐运动是这个向量投影到 S 轴上面的运动。当它摆下来的时候，开始的 initial 角就是 delta 角 ，t 等于0的时候，那我们说从这里开始运动起，然后跟着它
往上的时候，这边一直缩过来，然后过来，再回来，再回来 ，OK。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是在这边做这个 Omega 的旋转，所以这个 Omega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角频率的意思 ，angle frequency 的意思。OK，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velocity 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velocity 已经告诉你，它是对它的微分。那微分就什么？很简单，我们说基本上面 d 底 t。我 real part， 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这就是代表 real part 的 a 是等于 real part 的 e i 西塔，所以这边是 e i 西塔，你把它做微分，那 real part 不用管它，你直接。I 西塔做微分，那我们可以看到 E I X 的微分，这个对 T 微分的话是 E X D X D T， 所以你把它微分就变成 real part 的部分放进来 E I 西塔，然后 I D 西塔 D T。d 西塔 dt 就是我们的 omega， 单位时间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等于 real part e i 西塔 i omega， 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 omega 本身是 real， 那没什么关系。那我们看到了。你现在 E I 西塔再乘上 I O， 这个东西，你的 real part 是这一部分。如果我把它乘 I 呢？那这边 I 乘 I 了，你的 real part 是哪一部分？这一部分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是负的 sin 西塔，所以你看到你把它带进来 dx dt 就是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哦，这边少写了一个 a，就是 a 负 a omega sin 的 omega t 加 delta 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在我们物理上或数学上，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做 phasor， 它是用相位的方式去把它这个显学运动的关系把它是弄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那这是 XT 的一个关系图，所以依照你刚刚已经看到的 V 跟 T 的关系图一样的，只是你现在呢，你的西塔角在哪里，你这是你的 velocity，所以你基本上你的西塔角啊，哦，我把我的 V 呢，
我们看到这是你的西塔值，所以你投影到这个底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值就是我们的 V sin 西塔。那我们说这是 VQ 大小，把它写出来。OK， 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速度的部分。那同样的加速度的部分，你可以再把它一样的方法再做一次微分，那你就可以看到加速度值。那这个加速度值呢，是跟这边是相类似的一个情况。OK， 好。